好奇怪啊，梦离，你一来到波仙镇，你的头就开始晕了。波仙镇定有玄机，我要去青凤阁的藏宝阁再去看看。此事非同寻常，带我们回到派中，我亲自为你探测。我就在这里，快来找我，快来！不，我一定要去青凤阁。你们把光姬寒徒先送到琼花，我独自前去。梦离，送光姬寒徒又不着急于一时半刻，而且你要想去青凤阁，我可是少主，你想查阅什么也方便，我们陪你一起去吧，而且还有可能找到关于昆凌的线索呢。哎，子英，咱们一块儿呗。你们去吧，我留在此地等你们。看来子英师叔对人妖共处之地还是有所顾虑。从小师公教导斩妖除魔，我若踏入波仙镇遇到妖该如何？我立于此地便不算违背师命。好吧好吧，那就不为难你了，我们去去就回。嗯嗯，走吧。哎呦，贵客，如果您请符传的话，恐怕要多待一阵子，因为嫡立馆主外出办事儿还没回来呢。哦，好。贵客，您是请符传呢，还是画像啊？画像。啊。您这边请。小人恭迎龟邪大人。北柯魂飞魄散，你倒活得逍遥自在啊，我看你快忘了自己是个妖了吧。小人不敢呐，小人对幻明